小花啊，我想煮点粥喝，饿了。您别动，我来吧。哎，阿姨啊。我昨天也没让您出去买菜呀，您怎么走迷路了呀？啊，我呀，这不成天就待在屋里闷得慌吗？我就出去转了转。小花，尤亮跟你说啥了？没说什么。哎呀，我说小花啊。你说现在社会上这些女孩子吧，人家找对象啊，都找那家庭条件好的、有钱的。你说你看上我们家尤亮这穷小子，图个啥呀？对我来说，我觉得很多东西都比钱重要。哦。哎，您稍等，马上就煮好了，嗯。怎么了？这谁呀？我去看看。哦，张红，怎么了？张红，不是张红，这要去哪呀？张红，去哪儿？到底去哪儿？杨大美，你知不知道当一个未婚妈妈有多么的辛苦？我不是未婚妈妈，我和高伟康已经领过证了。你也从来都没需要过我。梁艳丽，我告诉你，你要是敢把孩子生下来，我就跟你一刀两断，老死不再往来。我也告诉你，我自己的孩子，我自己决定。
真是白喜欢你了，振宏，对不起，20多年，换你这三个字。 告诉他了，孩子的事儿，你告诉他干嘛呀？他不得疯了？这件事情瞒也瞒不住，躲也躲不过，迟早要说的。那他真走了，你一点不难过？他该走了，在我这儿。 请您出示一下您的行驶本跟驾照。怎么了？开车不让过？请您出示您的行驶本和驾照。我没带。那请您下车。您啊，刚才闯红灯了，又没带行驶本跟驾照，您得跟我去支队走一趟。 警察同志，能不能别让我去支队啊？我已经够倒霉了，能不能别让我再倒霉了？我喜欢一个女孩，喜欢20多年，她爹爹告诉我她怀孕了，孩子她爹不是我，喜欢一个女孩，喜欢20多年，20多年啊！ 你都明白我的感受吗，兄弟？想开点啊，谁没个走背字的时候？我这背字一走就走了20多年，那怎么就走不过去了呢？我打小就喜欢他，我学习成绩一直都不好，要不是他跟我打小招。
我高中毕业都困难。他明明不喜欢我，干什么还要对我这么好啊？警察同志，你救救我吧！小花，小花，啊，怎么了，大美？怎么了？肚子疼？特别的疼。怎么会肚子疼？我带你去医院。慢点啊。怎么了？她肚子疼。是不是吃坏什么东西了？不知道啊，就喝了碗粥啊。阿姨，我先送她去医院啊。慢点。花儿，怎么样了？很抢救吗？杨艳丽的家属在吗？我们要做好心理准备，孩子可能有危险，我们会尽力抢救。大美怀孕了，你为什么不告诉我？为什么要告诉你啊？大美真的怀孕了，双胞胎。妈，怎么了？没事吧，妈？怎么了，到底？妈，到底怎么回事啊？怪小花，全都怪小花。要不是她，我也不会。你到底对我妈做什么了？我什么都没做。妈，把话说清楚，到底怎么了？大黄，什么意思啊？你说你想喝粥，让我来煮。现在你说粥里边有大黄，大黄是你下的吗？你为什么要下大黄啊？刘亮，你最好问清楚。我去找医生。怎么那么糊涂呢？这是违法的，您知道吗？大美要真出什么事，得蹲监狱的，你明白吗？我是看你对小花就是放不下，我想帮帮你，所以你就给自己下药，然后你再诬陷小花要害你，然后让我拿这个理由跟她分手，你是这么打算的吗？啊？这么低级的手段，你怎么想得出来啊？我早就让你不要管这些事情，你为什么非要管？你为什么就是不肯放手，非要弄出人命来你才肯罢手啊？我哪知道大美她怀孕了，谁知道她要喝那个粥啊？谁喝都不对呀、啊！妈，这么多年你一直辛辛苦苦的，我一直想让你过得更好，想好好的孝顺你，可你为什么非要去干涉那么多事情呢？我跟你说了我能处理好，你为什么就是不相信我？为什么三番五次的不依不饶呢？你非要把我给逼死了你才罢休是吗？你以为我愿意吗？谁让咱穷怕了？谁让咱欠了那么多的外债啊？哪个当妈的不想让自己的孩子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？可是你要跟那个小花儿，就得过一辈子的穷日子啊！你就甘心吗，儿子？你就非得让我跟赛小花分手是吗？你非得让我们两个分开了，你才肯放手是吗？
大梅，你醒了，没事，孩子保住了，没事了。张红呢？他没来吗？他走了，你忘了？其实你这么舍不得他，为什么不对他好一点呢？刘亮，你妈到底想怎么样？她对我是有多不满意呢？总是要跟我过不去。上一次买菜，这次居然还下药，她到底想怎么样啊？你跟你妈能不能好好谈一谈？这一次幸好大美没事儿，她要是有事儿的话，我真的跟你们没完。小花，我们分手吧。分手吧，对我妈不好的人，我不能接受。觉得我对你妈不好是吗？我对她没有过半点怠慢，也没有过半点不尊重，你居然觉得我对她不好，我只能说你眼瞎了，没有什么好解释的。你想分手，真的只是因为你妈吗？